可以吗，领导？就一遍？咱们就拍了一遍是吧？全拍了一个不落。但是我觉得这个镜头吧，它不能只拍一遍，必须得近景、中景、远景、正面、背面、侧面，每个角度都得拍到。都有。再拍一遍。为什么呀？就是因为太完美了，这是排练，不是正式演出。 必须得有那么一点点瑕疵，它才更真实。它日常就是这样。那就再安排点小瑕疵吧，再来。来。行吗？不行。不行不早说呀。不是这块吧，它得有点那种生活中的那种状态的自然的流露出来。你不能太真实，知道吗？你要不然就是拿着手机打打电话，或者是发发微信。哦，自言自语，明白。开机。哎，稍等一下。 来来来来来，好了。我小小的世界，当你来到，谢谢温柔围绕我的棱角。 不像你的心跳，旁人听到被你搂着的腰体温。少女的心跳，气氛需要被你紧张抖擞所有细胞。喜欢你说你脸红红的，像蜜糖，可爱多。世界天下。 这个时候，老板需不需要入个话？需要，快去。大家啊，那个，给我全方位，五四角。说个多？沙漠大海，天连着海，海连着天，是不是一望无际？要不就是那种空旷的感觉。哎，不光往远了看，是不是？沙漠，沙漠什么意思？ 小小的世界，等你来到，谢谢温柔围绕我的棱角。差不多行了，别再眉目传情了，我累了。马上走累了。 大家休息20分钟。这世界很酷。